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军。您知道吗？从基隆骑自行车来环岛不是梦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带你来看河岸自行车的串联计划，究竟有哪些突破性的发展呢？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公务处河川水利科科长洪延良洪科长。大家好，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土木工程科长何中仁何科长。大家好，何科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暖暖过港里里长陈清池。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里长好。你知道吗？想从新北汐止一路骑到基隆，基隆市公务处宣布从旧的五堵隧道到暖暖八中社区的八德桥基隆河岸自行车串联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哦，你快来看看。出发喽！好，耶，出发！捕捉到野生市长。好，出发。好 ，Go Go。去年五月，基隆市长林佑昌发起的北北基骑铁马拜妈祖活动，就是从旧五堵隧道一路骑到新北市。历经近一年，基隆市政府公务处方面宣布，从旧五堵隧道到暖暖八中社区八德桥的基隆河岸自行车串联第一阶段完工，全线多处断点已经全速贯通，民众可以一路从汐止骑到基隆八堵铁桥。我们现在呢，在去年积极的争取之下呢，那我们也跟第十河川局还有公路总局合作，那第十河川局跟也已经从旧五堵隧道呢，一路已经运用现有的防汛步道，一路串联到现有我们现在的八堵的八堵桥，好，那这个部分都可以接我们的环岛一号线，就是走我们那个远远路跟暖暖街，都可以接到我们环岛一号线。另外，整个基隆河岸自行车道最为困难的路段，从暖江桥沿新农街到定内吊桥段，也将在近期动工，预计年底完工。未来民众将可边骑车边欣赏基隆河独特的湖穴地形与鸟类生态风光。那后续呢？除了环岛一号线以外，我们还会市政府办理的，从过港路再经由暖江桥下方穿越，然后再经过新农街，一路接到定内吊桥，那我们最后还可以接到我们那个瑞芳的瑞庆桥，哦，来跟这个新北做一个串联。那这部分呢，我们预计在二月中会做一个开工，那我们在今年就会做一个完工，来做一个通车。基隆河畔的自行车道全长大概是十公里左右，那这个骑乘的时间，如果这个体力比较好的，原本车速比较快的，大概在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就可以骑完。哦，那其实整个基隆河畔的，像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暖江桥下方的湖穴风景也都会非常漂亮。后续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停留的一个看台，哦，还让这个基隆河谷的一个风景呢，能够呈现给各位。由于新农街一侧将采悬臂方式施作自行车道，因此施工时将暂时封闭一线车道，提醒驾驶人行经时配合一交人员指挥，放慢速度，小心行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基隆河岸自行车的串联计划是我们的市长林佑昌上任以来一直在推行的，是由经济部、内政部、交通部还有基隆市政府共同来维护，并且在一年内就顺利打通了基隆到新北的第一阶段串联作业。我们要请教洪科来分享一下第一阶段的路线啊、沿路的风景啊，还有突破了哪些盲点。OK， 那第一阶段的部分啊，那也在苏院长去年二月的时候，啊，来基隆踏勘，哦，那也开出了这个全，那刚刚我们所讲的是跟相关部会共同来合作来执行啊。那我们刚刚讲的从旧五堵隧道到我们这个八堵桥的部分啊，那我们第这个水利署啊，那第十二专局运用现有的防汛步道，哦，然后依照这个自行车道的需求，好，来布设跟重新相关设施来维护跟更新。好，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哦，可能是一些铺面的更新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个栏杆，哦，不是符合我们自行车道的需求的高度的，都有做一个更新跟更换。好，那可能开放通车之后呢，这个民众来看也上了一些自行车的专用的一个标志跟标线，然后还有就是每一个节点桥梁的这个节点的部分，然后也都有把周边的不管是重要交通设施啊或是景点都有做一个那个大型告示牌，让这个
不管是基隆市的市民或者台北市的旅客骑车来基隆，都能够知道相关的节点的一个连接的方向跟位置。那这个基隆河沿线呢，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其实基隆河在穿越我们这个七堵跟暖暖区的部分啊，其实我们沿线啊有十座桥梁啊，在这部分是需要做一个克服。那这一次呢，也都在利用在这一次的计划，不管是透过马路的一个号志或是标线的管制哦，或是说做一个桥向穿越道的方式，好，用这两个方式来提供好我们自行车道使用，或是以后民众不管是散步或是慢跑，好，都能够有一个独立安全的专用的一个空间，好，不会跟这个车辆啊作为一个重叠哦，那造成有在使用上的危险。那也提供我们就像七堵跟暖暖地区哦，大家在休闲的时间哦，可以有更多的空间跟范围。以上。对哦，所以可以看到很用心，因为它已经打通，而且即将要进行的是串接到暖暖的部分。那其实七堵其实很早就接到六堵。接到五堵这一段也是非常的漂亮，沿着这个基隆河岸骑车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止自行车道有重大的突破，在道路环境上其实也有阶段性的达标。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暖江国小前的宁静街，首次将线性弯曲窄化路宽的降速设计，将原有的双向道全部改成单向道，多出来的空间就全部用作人行来使用。一块看看这是基隆市政府公处方面规划的过港路与临近街人本示范道路 3D 模拟动画，重点就在于以人行动线作为主要考量，其中临近街更从目前的双向车道改为单行道，为的就是希望改善暖江国小学童上下学与车争道的危险情况。以目前暖江国小的通学步道来看，那宁静街两侧全部都是画红线，也就是说小孩子来上学没有可以让他们安全行走的通道，哎，对，所以之前就是不断的争取看能不能增设那个人行道，好，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我们学校的部分，但是市长看的其实更广，因为那时候市长有来看的时候，他直接就是说希望，因为这个宁静街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干道，主要干道是过港路，所以他就是以学校跟社区来做一下整体的考量，以行人以人为本的一个社区的生活环境为主，然后同时也兼顾学生的安全。这也是基隆首次采用线性弯曲窄化路宽的降速设计，将原有直线的双向车道改为略呈弯曲的单向道，并把车道宽度从 4.6 公尺缩为 2.8 公尺，多出来的空间全部作为行人空间使用。那就是说原来我们那个宁静街这边就是暖江国小前面是没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让我们那个学童上学就学的一个可以安全走行走的一个空间，那这次我们就是这次的设计就是把宁静街的宽度从在这个暖江国小前面这一段从原来的4.6米那缩小成2.8米的一个空间这样子，那未来是规划成一个单向的一个双行道往市区方向的单行道，那争取出来的空间大概我们就是会规划成一个最小宽度还有1.5米的一个那个人行道这样子，那就是提供一个学童安全就学的一个空间这样。公务处方面目前已经将这项新一代的人本示范道路规划案提报内政部营建署争取工程经费补助，希望能顺利获得核定，紧速在今年发包动工，让整体动线更贴近过港社区民众的一日需求。我们可以看到以人行动线来考量的宁静街的学童步道计划是让人眼睛是一亮的，就要请教我们的何科这一次设计规划的亮点。是那个宁静街它以前就是因为附近有那个暖江国小还有过港幼儿园啊，那然后就是本身车道也不宽，大概只有 4.6 公尺，然后需要就是双向会车，那常常又有家长接送上下学接送的需要，那比如说那个附近的
交通事实上是比较，虽然交通量并没有很大，但是事实上在有一些上下学的时段等等，是一些交通的问题是有产生的。那另外它本身学校也没有适度的那个通学的步道可以让那个学童来使用，比如说学童就是在走在马路的旁边，然后跟汽机车来争道这样子。那这次那我们就是办理这个过港路的提升道路品质作计划的时候，那有顺便就是把那个宁静街这个大概100公尺左右这一段的那个过那个暖江国小前面这一段有把它放进来作为整个那个规划设计这样子。那刚规划设计的重点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以车型为主，我们这次就是完全是以人本为主，就是所以我们是把那个车道的宽度是整个就是调整降下来了，从原来的4.6公尺那降为2.8公尺，那就是整个尺度是降下来了。那刚有讲到说多出来的空间，那我们就是提供给学童来做通学步道来使用，那一方面也是跟社区的整个环境融合在一起。那个大概它那个宽度多出来的宽度大概可以做出来到3.3公尺的一个人行道这样子，所以这个宽度也蛮符合这个现况，这个学童来使用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个规划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板上，暖江国小这边它原来这边是有一个很高的围墙，然后我们这一次是把这个围墙也整个就是去除掉拿掉，那就是做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这个绿化的一个草坡了哈，然后是整个这个环境的话就是相当的就比空间就开阔了，对，那比原来的那个视觉感官也那个好很多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也针对这个整个这个邮局旁边的这个角地的这个部分，就是以前是当做一个入口意向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整个做一个改造，就是说把它构想成是家长接送啊，那停就是附近民众一些就是例如说散步啦、走路在这边可以做个休憩的一个空间这样的，所以有一些就例如说步道的一个平等的一个设计，然后一些座位的一个设计这样子，那整个环境就是有跟原来有不同的风貌这样子。那这张图就是刚刚提，事实上也是影带里面有看到了，那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宽度的话就是已经有调降下来，那重点就是说它也不再维持原来的直线的一个道路线型，就是有做一个稍微列成 S 型的一个道路的一个设计，就是说让车子到这边也自然的就是没有办法慢下来，因为要转弯，对，就没有办法再开那么快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间接就是提高这些另外那个行人的一个通行的安全性这样子。对，那这个部分大概我们也有争取到这个大概在上礼拜三也有去营建署，就是争取到这个整个经费的补助了。那整个过港路的这个部分也大概有9567万也获得补助，那大概近期内这个部分就可以来发包施工这样子。那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部分那个横显线的一个环境的改善就可以我们看到这个成果这样子。哇，所以真的很令人期待，就是从学生上下学的需求出发，并搭配周边的住户生活区域，让整体的动线更贴近我们过港社区居民的一日进出需求，大家有目共睹。我们要请我们的里长，在地里长现身说法。这个地方我在那边当导护助工当了20几年哈，每天上下学，那个家长带学生来，这是险象环生，因为有些脚踏车比较少，但是机车呢，还有那个接送的汽车呢很多，造成了学生安全的困扰，所以我们经得市政府的同意，两边上下课的时候有封起来。那么将来这个改造以后呢，就不用再封路了啊，大家学生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走。啊，家长呢，我刚才看到那个示范图呢，哦，那个很漂亮，可以把它当个公园哦，每天带着小孩子来上课、上下课呢，心情比什么都好。这场非常感谢市政府能够考虑到过港居民的需求，这场非常谢谢。是。
是，哎、欸，真的，而且旁边我记得是一个关怀据点，所以然后在隔壁就是我们的过港幼儿园，所以到时候大家出来散步，心情会非常好，因为整个空间是变开阔的，那人走起来也是很安全的。对，那在地里长就最有感的。那除了我们的宁静街，它其实旁边有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过港路。过港路市府非常的用心，他们分了很多的计划在进行哦，包括了河滨步道的贴记线、缆线啊，无障碍的串联公共路网啊。现在呢，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河滨步道的贴记缆线究竟在完工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画面。旁边是还有很多这个台电的电杆在那边哈，就会是影响到人行道的通行啊。比如说有些地方那个人行道的宽度筋宽就会不足啊，好，包括这个点也是一样。啊，这是从八堵路的方向看过去的一个那个过港路的一个透视图，那个模拟图。去过港路的话，你就会发现那边停车其实很困难，因为旁边都是车。可是刚刚看我们这个示意图，发现停车井然有序，而且重点是天际线通通不见。我们要赶快请教何科这样的亮点计划。是那个过港路，它那个过港社区它开发比较早了，那就是到目前来讲，现况就是人行道是虽然两边大概原则上都有建制啊，但是就是。人行道比较老旧啊，那针对也有很多是破损的部分啊，那当然针对破损的部分市政府是有定期去做替换啊维护这些作业的，那基本上可以维持那个行人通行的安全啊，那但是就整个那个视觉上就是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跟施工的或是那个呈现出来的那个美感啊，那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的那个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台电的那个电线杆哈，大概有四五十支的电线杆还在那边，那这个部分就是事实上就是它都立在那个人行道上面啊，那也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人走的，对，人走的一个动线，就是可能走到某一段就碰到一个电杆这样子，就要绕一下，绕一下，对，那又绕到车道上面去，那又造成一个危险跟汽车争道的现象，也相当的危险。那另外还有问题就是说它那个。人行道设计是比较过去的老旧的一个思维，或者是说设计的方式啊，就是说它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高低起伏，例如说人行道那个就是在路口的地方，它也没有做那个就是无障碍的一个坡道这样子，那这整个沿线几乎都是还是这种做法，那这部分我们都不符合现在的一个需求跟那个设计规范啊，那所以说。基于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大概有去，大概在前年就有去争取这个设计，这个过港路这边的那个设计案的补助了。那当然也获得补助，
那也在110年，就是去年，一整个设计案就已经定案下来这样子。那刚刚有讲到说工程的经费，那也在今年的大概今年算是2月份就已经有同意获得补助。那我们目前正在办理这个招标的作业这样子。是。所以刚才说的无障碍串联其实也有示意图，要不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好，我先讲一下我们针对这个过港路的这个部分哈。那过港路我们原则上有分成3段的一个构思跟想法了哈。那第一段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有影带里面有那个靠河段的部分，大概有那个400公尺左右，它是有靠河段，所以说这一段我们是把它规划为河滨步道，所以是靠着河边的部分，我们有啊，对，靠着河边的部分，我们可以有那个站在河边、站在人行道上，好，可以看到整个河岸的景观这样子。那这部分是我们整个分区构想的第一个位置。那第二段的话，就是那个中间有一段，大概是200公尺左右，就是它是比较属于人口那个范围居住没有那么强度没有那么高的地方，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规划是整个这个通过交通的一个人本交通的一个分区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的第二段这个人本交通的分区。那第三段的话就是过了大概邮局，就是刚刚那个宁静街口再往暖江桥的那个方向这一块，就是整个人口密集区域，那我们是规划做那个当做那个生活核心这样子。那每个分区就刚刚讲，就是以不同的一个那个设计手法来做那个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规划案的方式，就是河滨步道的部分原则上强调是我们重视这个跟环境的融合，跟基隆河的一个融合，跟景观的部分。那第二段人本交通原则上就是设置那个叫通过交通啊，那有一些停车等等这些停车格的设计啦，等等这些。那生活核心的部分原则上我们就是去处理这个除了人行道以外，就是把那个人行道跟那个临房的一个界面这个处理就是一个重点这样子。那整个人行道的部分那个宽度就是像原来大概都不足，刚刚提到不足的部分嘛，那我们大概原则上都大概可以到2米，那最窄的地方还可以维持到1米5啦，就是说双向都可以最窄1米5，那就是都有符合那个设计规范的要求了。那另外我们也有设置公设带，例如说一些路灯啦，那另外就是那个站牌啦等等这些需要不得不设置的哦，还有那个甚至那个台电路更大了，对不对？对，甚至那个台电的那个变压器啊、配电厂，我们都放在那个设施带，就是把它集中起来，那就不会影响到我们那个这个人行人行走的一个通道跟那个动线这样子。对，那另外就是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大家使用网络啦、有线电视比较需求比较高嘛，那另外在这个过港路这边我们有在设置布设那个我们算是共同管道的一种啦，我们叫做比较属于那个有线电视来用的那个供给管这样子，那个大概2侧的全线大概都有进行这个供给管的一个规划跟设计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像过港路有一些区位啦，特别是在那个靠暖江桥那个区块，那它原来动线是比较人行动线是比较没有啦，那也有跟里长去看过，也有局部几次有一些淹水的状况啦，那这个那个尾端的一个动线的一个处理衔接跟那个排水的处理，我们也有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改善的案子里面来进行处理这样子。那接下来我再跟用那个手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整个一个大概一些设计的一些特色啦，或者是说亮点这样子的哈。那刚刚洪科长有提到说我们那个自行车道部分嘛哈，那我们在过港路这个案子里面特别也有跟那个自行车来做一个衔接了哈，那它的那个位置大概就是那个在那个紫修宫那个公车站牌的那个位置这样子。那原则上我们下一张的话是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原设计的一个方式跟构想了，就是一个开口跟出，就是一个开口可以下到基隆河的那个脚踏车道跟那个
洪科长的那他们那个案子来做衔接这样子，那这个宽开口的宽度大概也可以有做到3公尺这样子，这不错，嗯，是，那就是可以还可以会车，脚踏车会车，对，那我们这个我们的案子的靠基隆河这一侧，就是在到址修工之前，我们也是规划当作是行人跟脚踏车共用的一个的、哦、一个脚的一个人行道了，那大概宽度也有比较留设的比较宽，大概有到2.3米的一个宽度这样子，就是行人跟脚踏车可以一起来共用这样子。那针对这个车位的部分哈，就是我们原来那个汽车的车位哈，原来是只有47个位置的，有划设47个位置，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有划设到80个位置，那也有增加到33个位置，然后当然里长就是特别比较重视就是这个停车位的这个部分啦，那我们也有相当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方案正在进行啊，就是在那个里民活动中心前面那个我们宿舍区那区块也有计划在把那个宿舍铲平啊，当作我们那个路外的停车场啊，那不过这个案子就还在构思阶段了、啊、还在进行当中了、啊、那个这个可能后续我们会再看看进行再加紧来进行这个部分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改善前后的对比啦哈，就是说哦原来比较杂乱停车的部分啦哈，那我们然后规划以后就人行道，然后这个白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提供这个停车位的部分这样子，那公车带也是跟它在同一个直线线型上面啦，那就是说空下来有那个车位就是不做车位，然后当作公设带，比如说放那个路灯杆啊、号志杆啊，还有那个电线杆这样子。那整个大概规划的部分，大概一些特色大概是这样子的。那刚才提到说，大概目前已经获得补助了，那就是我们后续会来加紧赶办这个部分这样子。是，所以可以看到市府非常的用心，争取到了我们的过港路人行2.0的计划。那刚刚有说到那个无障碍的串联，还有我们的公共路网的串联，也要带大家一块来看一看它的最后的示意图。这个过港路大概那个人行动线不顺畅，有高低差的部分大概有94处啊。对，其实对整个行走是相当不顺畅的。那这部分我们都会在这一次会去处理起来，这样子。
们可以看到生活后就是过港路不一样的新面貌。那当然暖暖地区不止过港路这一条，听说还有很多条都有类似的规划出现，我们赶快请教何科。那这次我们去营建署争取经费了哈，那除了这个过港路的部分有争取到工程的部分，那另外就是针对我们那个圆圆路哈，从交流道暖暖交流道一直到就是定内四角亭那个县市街那边，那整个我们这个案子也是有一个规划案啦，那后来也有一小段工程也给我们补助这样子啦，啊，就是圆圆路的部分。那另外八堵路的部分啦，啊，就从它是整个跟七堵区是在一起，就是从光明路一直到那个八堵路的部分，那我们也是争取在这次的补助案里面也是获得补助这样子的。所以说暖暖区在这个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就已经有提了三个案子，都已经有获得补助这样子，那大概在今年内大概都会来动工跟试做这样子的哈。那但圆圆路跟八堵路的话是比较是圆圆路光明路是比较局部了，他没有全部来试做这样子，会一小块先做先行施工这样子啊。那过港路是全线，那再来就是另外我们有跟公路总局那边有提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东势街的一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啊，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了。那不过最近因为气候比较没有那么理想了，那也受到台电下地的作业的影响，所以目前进度比较慢。那不过大概原则上整个工程大概大致也进入到末段尾声这样子啊，那大概间期内那个东势街的部分大概就可以完成了。不过在今年内一定是年中左右，大概是一定是可以完成这样子的。那所以说目前整个提升道路品质啦，或者说人本环境改善的案子，大概在我们暖暖地区大概就有这四条道路，就是将会在今年来进行这样子。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止我们的过港路，我们的圆圆路、八堵路还有我们的东势街都将会获得改善，这样以后大家出门就不会像青蛙，对不对？就可以这样讲。好，那还要再带大家来看，就是我们过港路的公园步道的骑楼界面，那改过会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路面改善之后，它的公园道路骑楼界面都变得非常的平顺，而且规划得非常好，而且还有公社道，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那当然我们刚刚观到的就是我们的基隆河岸步道，基隆河岸步道也会行经此处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洪科，从无到有的规划有哪些呢？好，那非常谢谢。那也大概借用一下刚刚我们何科长所说明这个图板哦。那其实市府在规划不管是道路工程或是河滨步道的自行车道工程，我们都会盘点周边的设施哦，那怎么去配合。那正如刚刚我们何科长所说的，我们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过港路哦河滨的一个这个廊带的部分哦。那其实呢我们也想到说我们也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过港清水步道，那也是我们里长跟在地之工哦，那维护多年，那植栽维护啊，环境都做得很漂亮。那其实它跟现有的部分最后是有个断点在后面，没有办法串接上来我们过港路。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把这个哈，我们觉得是很大遗憾的地方哦，在我们这一次过港的这个自行车道，运用了这相关经费哦。我们从这个紫修宫的这个对面的火车这个公车站，我们做一个
自治型的一个轻自治型车道，宽2.5米，去顺接现有的，哈、哦，这个清水步道部分啊，让这个等于是以后的一个环状线啊，一个以后不管是自行车或行人，哈、哦，可以走清水的部分，也可以再走我们等于是说过港里的市区居住人部分，好、哦，那再就是我们。这个自行车道还有另这个还有个特色，就是我们暖江桥大家也知道那个清水公园到暖江桥是一个终点，那我们暖江桥会做一个桥下一个串联的一个道路的来做一个串联来去衔接新农街，这个部分完成之后，我们就是自行车跟人行就是从桥下穿过，那会非常贴近我们现在刚刚所讲的最宝贵的这个湖穴的景观，那以后想必也会成为大家一些摄影爱好者啦，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风貌很喜欢这个来去看看啊，我们也会留一个观景台哦，以后那边拍照景点，对，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拍照跟打卡景点。好，那我们在新农街的部分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哦。那大家也知道，那个新农街也就是在我们高架桥下方哈。那都是之前都是有大型车拦了，那现在就是它没有人行道，以后我们的自行车道就是从现有的护岸位置我们会悬备出去，那这个就会是单独使用的一个状况，那以后施工更困难吧，哦，在设计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也要考量我们的护岸的一个安全，还有我们基隆河防洪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是在护岸内做一个这个支桩，然后做一个悬备的一个步道出去，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考虑到都是第一个施程啊，还有施工的一个方便，所以我们这个是在设计上哦，也想了很多的方法来加快这个案子的时间跟速度。那在我们比较后半段哦，靠近这个。那个顺义混凝土那一段哦，以后我们会有一段，它整个的步道会整个是进到，诶，靠近河道内，类似一个空中步道一个悬背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串联。好，那这个串联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很顺利的去接到我们后面呢，不管是地内的人行吊桥，然后再去走到我们瑞芳的瑞庆桥。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刚刚讲第一阶段，旧五堵隧道到八堵桥这10公里呢，是可以让我们以省道来讲的话，分两个部分，省道的以西的部分呢，我们可以从八堵桥一路骑到旧五堵隧道，再往西就是对，那就有10公里了。那再往后面就是我们汐止啊、内湖。那如果脚程体力好一点的呢，哦，你要骑到淡水啦，或是我们讲到碧潭也可以。哦，所以其实刚主持人所讲的环岛一号线也就是这样来的。哦，那现在我刚刚所跟大家报告过港路的这部分啊，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往东的部分哦，现在的断点。那其实。这只要在10月底完成之后，我们这个省道往东的部分，好，在其实如果是脚踏车爱好者，大概就会了解，它不只是接到瑞芳，可以接到猴头、哦、牡丹，哦，还可以到贡寮啊，真的啊，都通的啊，都是通的。那有的大家只要体力比较好的九份啊，或是什么不厌亭啊，那个都可以通。其实再讲下去都快要到花莲去了，所以就不再多去赘述。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府里面在规划整个盘点、整个计划的时候，其实都有做一个盘点哦。那我们也想象到说，过港社区像刚刚我们讲过港路示范道路，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自行车的一个步道在过港里的这个部分、啊、它会是等于是会有一个很完整的环状的一个廊带、啊、提供不管是自行车或是行人或是慢跑、啊、这种休闲运动的一个的需求的一个空间、啊、那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期望后面都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啊、提供民众一个完整的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
哦，那这样以后骑脚踏车真的可以骑很久，不过要算好时间，要记得骑回来，不然真的太累了。那刚刚说到往西就可以往南下去，那往东就是往我们的花东那边过去，其实都在我们这一道，一旦串联起来，就骑脚踏车来环岛就不是梦。那说到我们的最漂亮这一段基隆湖穴地段，我们要请里长来跟我们说故事咯，在这里的亮点还有地方人文风情。啊，非常谢谢市政府哈，有听到地方的声音哈。我记得这个人行道呢哈，人行道过港的人行道，差不多我争取了五六年，只是想修理、改善这个人行道。但市政府既然争取了将近一亿哈，来改善这个过港路，非常谢谢市政府。你平常未改善之前的过港路两边都可以停车，他说我跟他算过，差不多250辆到270辆。那么现在规划它90个车位的话，那马上不够就是要180个车位，这个马上遇到问题。虽然过港路做得很漂亮，但车子没地方停，那个也是一个另外制造一个另一个问题。所以我非常拜托市政府，既然要规划在过港里面活动中心前面那个自来水公司的宿舍拆掉，要做停车场，我希望能够赶快做，哦，能够同步进行，或是提早进行。为什么提早进行？因为在改善道路的当中，车辆都没有办法停了，如果有先有一个停车场，车辆才有地方停，这一点要拜托市政府在规划的时候最少要同步完成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建造，才能够符合这个这条路的需求。不然的话，做这么漂亮一条路没地方停车，那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来讲到河滨公园，河滨公园这一段基隆河沿岸在这一段在过港，我们都叫它河滨公园。河滨公园这一段也是历尽沧桑啊。所谓历尽沧桑呢，当时纳莉相声20多年前，民国88年纳莉相声台风把这个打坏掉，本来很漂亮的公园打坏掉，外加建造万瑞的桥墩，整个公园都毁掉了。毁掉后来，这个石河局有来整修，整修了也蛮可以，蛮漂亮的。当时在整修的时候，因为万瑞下面就是我们的和平公园，没有水，因为下雨淋不到水。啊，那个也沾不到雨露，所以到最后我到建议那个工程师要打个井，后来他真的打个井，所以我们现在浇水都会植栽那么漂亮，就是因为有那个水。好，虽然做得好漂亮以后，但是不到半年又一个台风来了，又把整个毁掉了，哇，这个就惨了，上面都是横木石块，那没有办法，因为是那个石河局他不再整修了，因为刚花一笔大的钱。那非常感谢这段时间我们的理事长。吴理事长跟我们志工呢，跟那个林务局合作，从民国99年一直到民国102年，把这个地方又重新植栽起来，好像一个花园一样。这个地方一个好处就是说，下雨天你可以在那边运动，因为上面有万瑞，不怕这个淋到雨。这个前半段是很漂亮的，等于是一个公园。我记得洪科长正在开玩笑，整个基隆河沿岸最漂亮的就是我们过港和平公园这段，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也希望能够赶快完成，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和平公园后半段呢，以前也是毁坏得很厉害，但后来经过市长还有蔡世英立委去跟石河局争取1-2千万，把后面做得很漂亮。那很漂亮，我们开始就有这个健行，办健行活动，每年都有办，去年没有，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没有办。我们都从我们的活动中心走到基隆河沿岸，和平公园走一走，又回来了。那么现在办好，如果这条道路做好以后，我将来的走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办个健行，从我们过港里面活动中心下来，走和平公园，经过暖江桥，走到新隆街的悬臂式步道，我欣赏那个基隆河的湖水，好，再慢慢走到这个定内吊桥，好，定内吊桥再回来哪里呢？回来我们的黄大使文物馆，黄大使文物馆就在过港路50号。他这个黄大使展示的就是基隆河的特产，黄大使非常漂亮，国宝级的，现在正在展示。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过港路52号黄大使文物馆那边参观。我们这整个行程，将来办活动整个行程最后一站就在黄大使文物馆，让各位呢能够去欣赏我们基隆河的美。欢迎到时候欢迎各位西家带眷来参加。对，哎，真的，黄老师在湖穴地形，你知道黄老师，我后来去采访才发现，哦，原来黄老师有那么多
种类，但是在基隆河岸这一区块是非常珍贵，因为它很稀少。那刚刚说到我们的桥嘛，一定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市中心，被列为危桥的基隆市区中二桥及中三桥，在农历年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同步封闭施工，就是要让大家安安全全的来过桥，快看看。怪手在中山桥与爱路口处开挖，车辆只能踩 S 型绕过施工区域。而在中二桥部分，施工人员也架起围篱进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过。在农历年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位于基隆市区的中二桥及中山桥同步封闭施工，进行围桥改建。现在在做中二中山桥的改建作业，那从今天开始就是2月7号起，已经将中二一桥同时做一个封闭动作，封闭改道的动作。所以现在从2月7号起，中二桥跟中山桥两座桥梁都无法通行。那目前我们在持续在做桥梁的施工的前置作业，包含基桩的挖掘，那还有桥台工程。那预计整个工程在10月17号左右可以完成，所有的桥梁的改建作业。所以从即日起，就是2月7号到10月17号左右，那中二中山桥是没有办法开放通行的。除了桥梁本身，两座桥共4个路口也因为机桩施作占据一线车道，因此采 S 型方式开放汽机车通过，部分路段更出现塞车状况。公处方面除了加派移交人员疏导交通，也呼吁驾驶人在施工期间尽量避免行经爱一路与孝一路。那另外针对爱一跟孝一路的部分，因为要做机桩的工程的作业所需，所以会做一个 S 型的改道作业。那这段期间是呼吁往来的车辆尽量少走孝一跟爱一路，那尽量以周边的替代道路为通行的主要干道为优先处置。为了让当地民众能快速了解工程现况，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指示公务处方面成立赖及时通报群组，邀请当地议员、里长及商家代表加入，每日固定回报工程进度，并回应地方民意，希望将工程的冲击降到最低。公务处方面预估，如果工程一切顺利，希望两座桥梁可以在10月17号改建完成。改建桥梁完成呢，其实下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污水干管。111年岁初预算主要项目中，污水下水道系统建置计划的管线新建工程是3.34亿。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洪科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OK， 好。那针对污水下水道，今年呢、我们在编列3.34亿的工程，那当然不是是全市的一个经费啦。是今年度的，对，今年度的。那其实后面每一个年度都差不多会有这样的一个金额陆续来做一个推动。哦，那不只是道路上的一个干管的推进啊，或者说要一家户的用户的接管，都已经陆续的在执行。那我就我们刚刚发了我们那个暖暖地内这个区块啊，那在暖暖地区，尤其远远路啊，好，我们其实现在。也刚刚我们和客人讲，也示范道路要执行，所以在我们的地内国小到我们县世界，好、这个部分呢、已经在做远远路啊，路上的这个用这个主要的管线的推进，然后我们就会进到周边的巷道的用户接管。那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我污水的时候做好之后呢，我就可以配合它的配合示范道路哈、就不需要再重复施工了。就不会有重复挖埋的问题。那在这边也顺便借一下我们何科长的背板啊。那过港路的部分也是一样，其实旧的部分啊，刚刚有讲到旧的有一些台电啊，缆线，这一次也要配合要做下地，那也要做一个这个配电厂的一个布设。那其实，在何科长他们这些规划设计的过程也很辛苦啊，那也跟我们污水的部分也都有做结合哦，所以。在过港路、过港里这个社区的部分呢，我们污水的部分也会从暖江桥一路往上推进，一路到这个暖溪国小这边，好，做一个用户接管的推广部分。那我们会在这个示范道路在要施工之前啊，将近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哦，我们会把道路上的推广的部分，然后来完成，然后把这个路权交给我们合科。
好，那之后做不管是台电的下地、人行道，还有相关的各个供给管线的施工需求，最后就是道路的一个铺设啊，来做一个完整的示范道路的一个完成。那之后就不会再因为有其他的一个建设计划，造成说，哎，今天我示范道路做没几年，啊，可能又要挖掘 了。对，因为我们现在也很怕说，我们盘点之后，哎，不小心我污水计划却造成是我的时程是在我们示范道路之后，好，所以我们现在刚有讲，我们市府现在对于工程的部分呢，都有统筹的一个盘点，好，让整个先后顺序。哦，不会被民众诟病说什么是重复挖掘。那不过施工时间也必须要说，这个还是要请这个观众朋友在经过这个相关工区哦，还要多多包涵，因为毕竟施工过程啊，还是有一些交通管制哦，要造成相关的不便啊，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配合。对，哇，真的是由交通管制就代表有阵痛期。我们剩下最后两分钟。我们就请三位来宾跟大家呼吁一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洪科，你先。好，那我这边就针对我们自行车道的部分哈，那我们在后续的配合跟这个建制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过港路会有个出入口，就是觉修宫对面啊，那原则上我们会占用现有的停车格跟人行道，好，那但是我们不占用车道。好，再让这个车型能够顺畅。好，那另外再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要工区新农街的部分啊，因为它车道比较窄，然后也有大型车辆，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以一个分阶段一个推进的方式。好，那现场就会有交委，会有义交，那一定会有义交，那夜间的一些相关的人群的一些违设啊，都会注意好。那所以在施工当中呢，还是请这个民众，这个多包涵，多多包涵，谢谢。何科，是那个我们那个示范道的部分哦，一定是就是日后为了避免再重复挖埋嘛，哈，那所以我们施工前都有那个协调各单位来进行一些管线的一些汰管或者是新设管线的埋设啦，所以说可能大家都会，例如说过港路啦，现在的东势街都有一些相关的管线单位，例如说过港路有之前的自来水啦，那那个东势街有那个台电的公司的管线都在施工啦，所以说就是说会有很多管线单位在施作啦，那也是说例如说我们也有搭配的污水工程在做啦，所以这部分就也是请观众单位各位观众是多多啊海涵啊，也包容说我们这个好像怎么一路在施工这样子，就是单位施工完又有其他单位施工完，那就是整个希望说整个示范道路完成以后哈，就是不要再去有管线单位再进来施工这样子，是这个情况。所以今年是阵痛期，对，会是个阵痛期。是李长，这个公共工程做好以后，示范道路还有和平公园做好以后呢，过港变成一个完整的社区，所有的公共设施都做好了。到时候我们接过港社区的接近大自然，欢迎大家搬来过港住，谢谢。谢谢李总，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带我们看到公共设施不断的在精进、在计划，也谢谢大家这么努力的在写经费向中央争取，让我们的基隆越来越好。谢谢三位来宾，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